我右手不能动了，麻痹了，怎么办？有这么酸哦？救我一下！我觉得这么好痛哦。哪有那么严重？拜托。哎，拜托，我这手在那固着，这样打就好了。不错，练得还不错啊，有进步啊。不舒服。不舒服。那给你休息30秒。30秒不用了啦，30秒有休息跟没休息一样，有差吗？哦，那怎么办呢？继续啊。你确定？希望这一首要让我好快点，一大堆过门，我不想要一直。